J 作为一个打工女，成日翻工都冇精神，记性又唔好，所以成日做漏嘢，做唔晒嘢，仲要俾老细连环追击，咪又要 OT 咯。如果日日都系咁，真系挨唔住啊！呢个时候你就要试下佢啦。只要每日食一条元气红心果冻，就可以帮你元气 power up， 加上专利技术研制，好味又唔苦，你仲唔试下？你一定需要 New Skin 的元气红心果冻来帮助你回血哦。这里面含有丰富的人参皂苷，可以帮助你恢复体力、提升脑力和抗氧化。那其中的红参呢，它的特别之处在于经过特殊的专利的发酵程序，把人体很难吸收啊白白排出身体以外的皂苷成分变成可以被身体充分吸收利用的有效分子，从而成为你的能量源泉。哈，你说你怕它苦吗？特别添加的红枣、枸杞和生姜成分所组成的 jelly 配方，一定是你随手爱吃的小食哦。怎么样，有没有觉得满血复活呢？